高雄超人气铸铁烧牛排，爱吃肉肉的你，这家绝对不能错过。太卡后矮黑梅森，今天来到这家位于高雄前进区的斗牛士牛排食堂，用餐时间都是满满的人，不定位还有可能吃不到哦。先定位再继续看吧。这里有超丰富的自助吧，有迷人的牛肉黑咖喱，还有油脂超丰富的和牛肉造饭哦。这边的肉都是现点现煎，非常新鲜。他们会将肉煎至大约五分熟，并附上一块超高温的铸铁块，让我们上桌时能够再随着个人的熟度喜好去调整哦，这样还可以享受肉肉在铸铁上发出的滋滋作响声哦。他们家的选项非常多种，从两只脚到四只脚，海陆应有尽有，还有油花美到爆炸的和牛哦。而且只要399元就可以挑三种主食哎，我只能说来这里真的是肉肉的享受啊！各位肉欲的朋友，隔着画面应该就可以感受到香味了吧？你们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去定位吧，帮我多吃几碗咖喱饭哦！